我以前就这么做，这一年40%全都是后年的钱赚的。那也你啊，我以前光棍儿啊。哎呀，我都有计划的，我今年礼盒做的多，就是说都储备好了就行了。你别管这些事儿，我安排，保证不影响生意，保证咱们赚的钱比去年还多。